你先，我看起来怎么样？棒着呢。哎，你得先跟我发个毒誓，干嘛？待会儿你见到我爸妈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不会离开我。发生什么事情？我又不是没见过他们。你说一遍，我得录下来啊。你还认真了？什么时候了？你还开玩笑？快走吧。 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我非跟你离婚不可。你嫂子没这个觉悟啊！我都忍了你30多年。哎呦，有没有搞错呀？忍我，我忍了你30年，好不好啊？啊！你忍我？啊！他问话，你不看看你自己，你就是个泼妇！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再说一遍，你给我再说一遍。你把手拿开。你再说一遍。你再说，走走，不跟你一般见识。 不是，这么近，他到底干什么来了？来吵架来了？一会儿没关门，儿媳妇就来了。啊，你管好那张嘴，你别在这丢人。行，有你提醒啊，谁像你呀，那不会说话。人家二丫子从小就漂亮，活还来不及呢。我也不会说话。不，什么叫从小就漂亮？是越长越漂亮。越长越漂亮？那是祸水呀！你看，你看，咱俩谁不会说话呀？ 要我说，你这个死老头子，你这张臭嘴，一天嘚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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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是白吉送您二老的礼物，这是白吉父亲送您的药酒。没事，你们先忙，先继续炒，炒累了，他们会给您上菜。我们先走了。哎，那谁呢？这，哎，二丫头，哎，闹吧，你闹，让你闹，你把孩子都给闹好了，你闹吧。都怪你，我都替你丢人，你。都怪你！那我说你这个死老头子，这张臭嘴，得没样，到处得，你烦死人家！我刚才给你打过预防针了，30年如一日，天天这么吵，你受得了吗？可这是……别可是，火花四溅，我怕溅你身血。好吧。哎呦，这屋啊，太小了。要我说啊，你就跟你爸商量商量，不行还搬回我那儿去吧。那怎么行啊？还不到时候呢。再说你爸妈现在关系还不好，咱们总得劝和劝和吧。我爸妈呀，那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了。打我记事儿起，他们俩就一直吵，一直吵到现在。没事。你爸妈，我爸妈。分得那么清楚。啊不不不，我不是那意思，咱爸妈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咱们是啊。哎，我爸现在是同意咱俩了，但是你爸妈关系还不太好。如果我俩在一起得不到他俩的祝福，那多不好呀。一家人在一起，总得和和美美的嘛。对呀，那你说怎么办呢？这事儿，我倒是有个办法。改天我约伯母吃饭，你约上你爸吃饭，然后我们兵分两路，各自开导开导他们。我觉得这个主意太好了，真的。就按照你说的办吧，就在我餐厅里办。这他们要是打起来，我还好收拾。什么话呀，你说的？哎，你既然答应了，那你就得答应我，到时候你对你爸爸的态度要非常好。我一定对他非常的温柔啊。我帮你倒点水喝。
不行，我觉得小松这餐厅还是不行。港松已经是酒店服务业的龙头了，这还不行啊？你看，就是一小碗蘑菇汤，288，这不摆明着宰客吗？哎呀，咱们都实在人呐，那么赚钱，我替他不安。阿姨，现在吃饭有时候讲究的是一个氛围。谁那钱是大风刮来的？你看这菜啊，华而不实，这价格这么贵，不好，一点都不好。再怎么说，这也是您儿子的餐厅啊。就他开，我才这么说呢。咱得实实在在做买卖，你这哪行啊？他实在的呀，他没有抬高价格。你看这个蘑菇啊，行，我吃一辈子蘑菇了，什么好什么坏分不出来呀。你呀，今天请我来这吃饭，这是你的人情。你说我要不来吧，那就是不理你人情。可是，哎呦，我一点都不愿意在这待着。不自在，真的。哎，要不你跟我回家，我给你炖蘑菇，你尝尝阿姨做的，比这香多了。我跟你说吧，我做一桌子蘑菇菜都到不了280，不是288，就是一小碗。小宋，你这餐厅不错呀，啊？把您溜达半天了，过来喝点水吧，啊！哎，你别说啊，你念书不好，做生意还真有一套。不，你说你妈这人呐，就是不会享受，这小里小气的。你说我跟他说过多少次啊？我说儿子现在发达了，是吧？也是讲体面的人呢。这你没事，你就跟我学学什么风度气质什么的。这死活听不进去，这一天到晚的，这不是跟我计较这个就计较那个。哎，爸，咱爷儿俩难得出来吃一顿饭，能不能开开心心的？别老说我妈。我这不就跟你说说吗？哎，怎么这白吉没来啊？吓坏了！您上次跟我妈俩掐成那样，谁还敢来啊？要我都不敢来了。那还不是你妈先挑的这儿啊？当着你们俩的面跟我吵架。是一点都不给你面子。要提起你妈，我是一肚子的委屈。你说她，阿姨，你先别走，你听我说。小白啊，你心意我领了。小松非要这么赚钱，我拦不住他。但是我可不想在这待着。阿姨，再待一会儿吧，你还没吃饭呢。待什么待呀？哎，走，你跟阿姨回家，阿姨给你做好吃的，你炖蘑菇。妈。哦，你在这儿啊？在呢。我以为你不在这儿。哎，你是不是把那死老头子也带来了？我就说嘛，白吉非拉着我。哎，不是，黄金花，你给儿子留点脸行不行？你我留啥脸呢？我留啥脸呢？我上次就不愿意来这儿，你说咱们在家吃个饭多好啊？非跑这来摆谱，摆什么谱啊？你别嘚瑟！哎，我说两句，死老头他还不高兴了。这听不见，这么多客人呢，我吵了30年了，还能吵出什么花来啊？他这死老头子不是不怪我啊！哎，儿子，你别走，你祝你们吵得尽兴啊！儿子，那死老头子，你对。